做什么？放点青菜吧。这也是青菜啊，那这好多青菜呢，要都放进去吗？可以。都放吗？都放。然后呢，接着打，是不是？好了。妈妈回来了。嗯，你们吃饭了吗？雨薇吃完了，我在等你。以后不用等我了。一定要等。报告拿了吗？拿了。怎么说啊？指标都正常了，医生说只要按时吃药，起居和饮食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发工资了，快坐吧。我不能喝酒，所以就拿果汁代酒啊。这什么意思？只是想起以前的自己，真是糊涂，竟然那么对你。对不起，都过去了。芝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雨薇，来，爸爸妈妈有话要说，你回房间玩好吗？好，来，去。刘洋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还生气呢？我跟他早断了。跟那件事情没有关系。那为什么？我对你已经没有爱了。如果你又不爱我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不离不弃的照顾我？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落魄了，生病了，我照顾你是应尽的情分。现在病好了，工作也找到了，我也没有这个义务。就算你不爱我了，我们还有雨薇呢。我们要是离婚了，雨薇怎么办？我能照顾好雨薇。雨薇才四岁，你不觉得这样对她来说太残忍了吗？我不想为了雨薇再委屈我自己了。芝芝，你之前总说自己过得很幸福，而现在和我在一起就觉得委屈。芝芝，我们不离婚，我发誓我不会再犯那种糊涂事了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刘洋了。
我也不是以前的张芝芝了，芝芝，要不然我们都先再冷静冷静，别这么快就做决定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 还念我一点好，就成全我。我在你眼中。 真的那么糟糕？跟你糟不糟糕没有关系，是以前的我。糟糕！我这不是气话，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我。 跟我，房子归我。等我攒一些钱，我再补给你一些。你看，我自己病好了。啊，雨薇这么棒，来，爸爸奖你一口果汁喝，好不好？ 雨薇，这是你自己拼的吗？没有爸爸帮忙啊。是的。雨薇真棒，来。雨薇，以后也要这样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自己一个人完成，知道吗？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我中午还要拜访一个客户。对了，你的东西。我今天把宿舍收拾好，明天就过来搬。如果想看雨薇，随时都可以，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。 再见。